来看县内重大的活动，2022年兰阳妈祖文化节9月16号一连三天展开了海陆绕境，而昨晚18号晚上回暖南方澳，原本晚上8点会在南方澳第三渔港举办无人机的高空烟火秀，吸引大批民众来欣赏，但昨天下午发生了花东大地震，国难当头，县长林姿妙在第一时间就宣布取消有庆祝意味的高空烟火秀，维持无人机的表演，并也把平安夜定调为花东祈福晚会，透过镜头一起来看到昨晚的盛况。现场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愿意，让我们一起来诚心的祈求。很感谢大家，2022啊，咱的南洋妈祖文化节啊，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的乡亲好朋友。啊，大家呢会当讲啊，对着咱即个办着妈祖文化节啊，大家呢团结一致，大家的友善啊，会当互妈祖甲咱感受着，希望宜兰县呢会当平安顺遂啊，这是咱吼所愿望所期待。其实咱九月十八即天啊，咱吼会当讲要伫南门屋啊，咱举办着那咱的无人机的高空烟火秀，但是呢台湾的毋是亲戚的朋友。拢是咱岛的人，尤其是华人台东，是咱的厝边啊，人亲头亲，厝边啊上亲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本来呢我们有高空的烟火秀，那呢啊咱即卖敢若有无人机吼，啊无人机内底显现出来，就是咱的妈祖。相信嘛，咱的妈祖会给咱的厝边啊，会当吼会平安顺遂，和咱的华人台东平安顺遂。啊，所以呢啊，今仔日呢。那那烟火秀就没有哈啊，所以呢，请大家来谅解，相信你跟我拢同款，咱拢唔甘咱的厝边隔壁，会当对着这个代志，我们希望呢，会当大家共同来祈福，让他们能够平安健康啊，这是咱所唔忘的哈啊，所以呢，宜兰县政府在第一时间啊，已经确定了咱的台东饶庆里县长，还有徐正惠县长哈啊，徐正惠县长，因为呢，他呢非常的忙。所以呢，难免伊就一个卡电来给我，有需要管政府该服务所在呢，我们也一定会哈马上派人过去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派了20个那个特殊这个消防队哈，已经过去一边个支援，搁而且呢咱设备哈有需要管政府服务所在，我们都全力以赴，希望呢我们的隔壁咱的厝边啊，咱的华人台东一旦平安顺遂。宜兰县呢，会当地妈祖的保庇，大家平安，这是咱上个重要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每一个拢是真命爱感谢的人。啊，会当讲今仔日呢，咱办着妈祖文化节，嘛希望祈求呢，宜兰县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大家平安顺遂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县长。